救灾救难分秒必争，台中救护车导入智慧系统，欧卡患者救治率达39%，但目前仅使用4G。为了提升救援的量能，市议员张玉燕在议事堂上就要求推动5G 救护车。另外，针对智慧垃圾车，判扩大办理，来守护清洁人员的安全。血氧100，就 NRN 继续给。透过平板与医院做连线，给予及时治疗。卫生局协助消防局建制紧急救护云端作业系统，救治黄金期分秒必争。经由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跟医院能够及时的连接，可以节省七到我若没有记错是7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缩短，对救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的人跟急性脑中风的人。都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以往都是用无线电呼叫医院传达病情与生命迹象，但这过程常常有通讯死角甚至语言不通等情况，因此透过平板将数字呈现在电脑上，减少错误发生。除了云端智慧化，目前也透过卫生局引荐指导医师成立健康益友平台，提升救护量能，把我们的讯息提供给我们健康益友这个资讯平台，它会帮我们判读啊，比如说心肌梗塞是不是确定，或者是它的这个心电图是不是有异常，这个都是很及时就可以回传给我们救护车的同仁去做一些初步的处置。透过这样的智慧方式，成功救回欧卡患者高达39%。而市议员张玉燕也针对这样的效果提出建议，判推动5G 救护车。但是现在你知道有更进步的5G 视讯智慧救护车已经被引用至云林县，局长你应该有掌握这个讯息吧？目前是中华电信给我们配备的是 4G， 那如果说它有 5G 的部分，我想我们还是会来精进的。科技进步，力气也会持续升级。不仅如此，垃圾车也智慧化，能侦测后车斗重量等，还能规划路线，连驾驶疲劳、轻运死角也能透过镜头监控。市议员就直问，这样好处多多，不全面汰换吗？会，而且我陆续再把老旧的垃圾车再汰换。智慧科技的产生不仅便民，也要保障各单位工作者的使用安全，减少意外发生。